个背影就瞄上你。为什么？他多大？这比我小。比你小多少？他八月份的。比我还是比我大五岁。对呀、啊，他比我多吃五年的饭，兄弟。再过五年那就不一定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就是。对啊，他现在能打得赢我，他就是以大欺小啊。他不是打赢你，他任何方面条件都胜过你。这个跟年纪无关、嗯。那你喊他，你拿他十八岁的时候跟我十八岁的时候比，对不对，行？那你也打不赢他，人家是。我看一下那照片。人家是上。上戏，舞蹈生。他是跳舞的吗？他跳什么舞的？民舞。也是民舞吗？嗯。好吧。哎，不过他真的要学一下自拍呀、啊！闭眼才有滋味。哒哒哒哒哒。对啊，他就是不给我面子呀、啊！你看，我还是啊，帅，好帅，他这真的帅，好屌的。就像一年级毕业季的时候，然后这是玩排的戏吗？对他们也要排作业那种。就是哦。是帅的，他要再努力一点点就超过我了。嗯，所以做人还是要像王鹤棣一样，就是对，嗯，做人要做陈冠希，整容要整王鹤棣，对。哒哒哒哒。为什么还没给我发消息啊？对啊，我九八年的呀，自信力，对，迷之自信，膨胀，知道吗？膨胀，就是看到你是，要不然怎么叫弟弟呢？就节目里面他们都叫我弟弟啊，所以弟弟不是白叫的，叫我弟弟我也不吃亏。